冬天的买会一定要优惠，我是陈亮，我是 Julie。 这一档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爱过一雷射光的头发增生器，我们今天 Julie 呢正是要和她的喜悦和大家分享，因为她亲身使用过之后呢，她头发再生啦。OK， Julie 呢使用了这款 iGrow 的头发低雷射光增生器，我大概用了三四个月，感觉上效果非常的好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真的是头发增生的喜悦，特别给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本身来讲六个月使用保证有效，太棒了。而且大家看看这个低雷射光，就是我们头发增生的最有效的武器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只要您的头发的毛囊还有存活力的话，这个本身挨过的雷射光头发增生器就决定能够让它再增上，而且非常减少脱落的现象。对，而且呢，根据我们医学的这个统计呢，好像使用过六个月之后，我们男生女生都可以增长超过30%的发量，对不对？对，女性37%，男性增长30%的发量。所以冬增特卖会一定要优惠，不要错过今天的机会哦！695在外赠我们皇都的现金礼卡100元，而且还有六个月不满意包退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优惠跟保障呢，大家还等什么呢？赶快拨打电话，买到赚到，限时限量哦！